吃个鸡头啊。老铁们，麻辣面包虫，香酥脆，满满的高蛋白。好久没吃肉了啊，刚出锅的大五花啊，烫手啊，这下可烂乎了啊。双击像不像全网最大的巨头啊？怎么像口红印子一样？嗯，炸米啊，有沫，嗯，牛软啊，韭菜盒子。蜂蜜小排骨啊，我亲手烤的，记得给我来个双击，谢谢。红烧肉，辣炒米饭，宝贝们。全网最亮的八爪鱼，特别香，黄，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大家有没有吃过的？想要教程的搜索山东丽姐农家菜，单人旁那个丽哦，大虾片，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，童年的回忆。好久没爆头了啊，爆个小头怎么样？嗯，赵然这个大瓶子球太硬了，砸不开啊！嗯，这颜色挺好看的。哎呦我的娘嘞！直接水倒它吧，全都是里头还是空心的呢。看有没有棉花？有没有棉花？哎呦，行吗？有点渣渣，双击哦。胶原蛋白。给我双击再走行不行？凉粉刚炒出来的，好吃人。火辣鸡爪子，嗯，非常辣火。炒骨了，这个是钵钵鱼，再来一个啊，这里边是金针菇，鱼肉，是哪里的鱼肉？爆虾。来杯老酒，宫保鸡丁，爆个头。这个有黄有沫，
今晚吃这么一锅。来皮皮虾，老铁们，今天吃看看这个芝士龙虾，这个牛不牛？你们吃没吃过？这玩意儿咋吃啊？你测皮，哥走走走。吃皮儿，哎呀妈，咬不动啊！羊不能吃这玩意儿，就得吃皮儿，不干。这羊有毒，好像我教过。今天吃红萝卜，有这米饭，嗯，这么漂亮都不舍得吃，别吓唬我。八肘子。红烧鸡翅。脱骨吧。专业剔骨啊，来吃龙虾直播啊！哇，辣的好过瘾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马上开播，这个点的是豌杂小面。上面我有那个黄豆，还有肉末，感觉好好吃。好像有点浓。吃的没剩多少了。荔枝，是不是有些地方叫妃子笑？嗯，好了。凉拌面谁的呀？包子自己做的，做了一大盆，第一次做啊。溜干尖儿哦，老铁们，试一个哦。新鲜的小干儿，嗯。开始放啊。金砖啊，头一次吃，尝尝味道。哎呀，好辣啊，炸雪糕啊！尝尝味道。嗯，来劲儿啊，双击。看怎么样？炸酱面啊？咋的？太素？再来碗牛肉。怎么样？这个啥面啊？两块炸羊，这个炸羊面是吧？谢谢，太好了。
口鸡爪子，鞍山的特色小吃。问人了，这锅也能吃啊？人一时不能吃了，辣条味儿的特别好吃。各地区老本吃发点钱不愿意跟他挣一万。牛排老铁啊，嗯，就是，你说是会死还吃？老铁们啊，母亲节过去了，因为我妈不在了，我就没给大家打活动。咱为了迎接父亲节啊，大家这些也是金糖果，还有青青送啊，送家茶，还有墨水，水儿，还有这西洋神片啊，日益。点开我的头像看就行啊，这个下血本的啊。学校的，点开我的头像，老铁，其实那糖果也非常不错的，是吧？是吧？太香了啊！马上直播。吃饭之前，这个是朋友送的那个什么最好吃顶级的泰国香芽芒果干，我们来尝一尝，有那么好吃吗？大家都推荐这个，哇，包装挺高级的，尝一块，什么芒果干有一股红薯干的味道啊，还挺好吃的。Q 弹。韭菜鸡蛋的饼。Thank you.